day 2的早安。早安。早餐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它能拿的东西我没有很习惯，因为都是 cheese 类的，但是配上这个无敌海景。刚其实有一只乌鸦想要吃我的早餐，立刻赶快跑回来护食。要哎、欸，乌鸦要吃早餐。马尔蒂夫的乌鸦吃早餐。我是狗狗吧，我早餐怎么样？觉得？嗯，早餐舒服好吃。主要是有无敌美景，大家看看我们离海有多近，就这样走出去饭店就到了哟。而且它的沙子看起来非常的细白。那因为我们今天要搭7:30的水上飞机，7:45的水上飞机，所以待会我们7:30就要从饭店出发了。早上马尔蒂夫不会很热，而且超级舒服。来到机场之后呢，直接进到里面找各自的饭店，找到了我们的报到对柜台之后，就要挂上行李吊牌就出发喽。准备出发，好奇怪的人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是大嫂。然后就会拿到两张水上飞机的机票，准备要出发了。进到 Lux 的休息室之后，我没有想到他水上飞机也有休息室。里面是非常的舒适，而且还有地方可以喝个水，蛮舒服的。还有小吧台可以喝咖啡、吃点小点心之外呢，最重要的是爸妈也不用担心。我说我怎么感觉还没开始晒就已经变黑了？有吗？是我们的热情。对，你觉得我早就一直看 NBA， 为什么到哪里都有 NBA？出发去搭水上飞机咯。哦，水上飞机厉害厉害哦。哇，好酷啊。要登上我们的飞机。这一个 go. 大家都是要去 Lux 的旅客。哎呦喂啊，就有了迎宾饮料 ，nice。你好烦哦！这是大厅 lobby 的区域，走出来就是海了。大家介绍，这是我们的管家 Vivian。嗨，我们现在要出发了。商活动中心，嗯，需要那个浮潜用具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借。OK。然后要做餐厅，我们不是那个餐厅就在这里。然后可以打电话回国给家人。出发了，去我们的房间。到了。我们在马尔蒂夫第一天的家，好，在森林里面哦，超棒的！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拖鞋进去哦！哇哦，这也太贴心了吧！哦，那哈利老布，哈利布，你不要乱说话！哇，
超赞的。今天我们是这两天先住这个算是沙滩的屋房子。哎呦，哎呦，嘎家吧，嘎家，嘎家吧。进来看一下，进来看一下，就是你知道，他还特别会就是Champagne，对，香槟要庆祝你的 honeymoon， 对。哦，啊，这个话就是会有点头晕。不要，你看吧，看吧。不要，不要绕了。有没有？很烦嘞。好，继续我们往前走。我们这些订的基本上就是所有在里面的东西都可以享用的。嗯。然后你知道这地方地方是什么吗？有没有一个人一个的洗手台，可以分开。Oh my god！ 他们知道就是来度蜜月的人很容易会吵架，所以尽量要有点分开。然后这里是厕所，哦，这个应该就是淋浴间了吧？我想。很舒服吧，啊？舒服，舒服，爽滋滋啊！我们要去玩水了。哎，我们等一下先来海里面玩好了。好好，走。现在要去吃在 Lux 饭店里面的第一餐午餐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大，它非常长条，所以我现在要找在哪里。就它有分很多个区域，然后其实刚刚来的时候我有一点恍神。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们在哪里吗？我们一样大概在这里啊。对。然后他说餐厅好像都是在这边。嗯。然后地中海餐厅就是这里这样之类的。你在敷衍我吗？我们在这里啦。嗯。我们在这里，所以其实离我们很近。对啊，他说在这附这里吧。对。我们去看看好了。反正我没有脚踏车。对。我们这里交通。工具就是 bicycle。嗯，吃午饭去。有，他刚来的时候说，他有说有一趋势啊。欸，这样拍很漂亮，很酷。So beautiful girl。你骑快一点哦，这样才拍得到特写，超过我。哦，餐厅，哎呦，很漂亮的感觉。这也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包套里面吗？对啊。怎么办？我有点发懒，但不想讲话。哦，哎，这好漂亮啊！这也是我们的无边际泳池，对。都可以吧。我们房间是几号？25，对。maybe。这餐厅很舒服，我们就打算误打误撞，看有什么就进来吃什么呗。摩西多。送一个环绕。现在心情如何？有点太松了，松到有的时候，管家公司说什么都没在听。带着心情来，哦，赶快去看。你要预约什么？明天的，要去看。你要不要先剪这两天的？我怕你素材太多。你就不要讲那么多话。哎，很赞呢，这里跟大家分享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。不要弄啦！哎，动不动就生气哦，又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再继续搞北南没关系啊。
有点太饿了，所以多点一个甜点。但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念，或者 是怎么念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它虽然是英文字母组成，但它其实不是英文的感觉。然后因为这边是印度料理，应该有点像是烤牛奶，然后里面加了很多健康坚果。然后这一道就更特别了，里面呢就是有那种这个是烟熏过的鲑鱼，然后这个蔬菜呢，我们真的是叫不出叫什么名字，感觉很像在吃刺葱，但加了不是台湾吃过的蔬菜，对，蛮好吃的。Okay 啊、尤其是咖喱真的蛮推的，它的那个馕饼也是很不错。骑着脚踏车路过的很漂亮的景点，好远哦！整个度假村就你最潮，自己很美，往美照的地方，怎么好像更远？这个是冰淇淋屋，是每天可以无限。吃无限吃，哇哦！放在这边的料呢，都是可以自己加的。我加的这个看起来蛮好吃的，它推荐呢是芒果跟草莓。Oh my god, what a life！ 吃着冰淇淋，哇哦哇哦！身为体育世家的女子以及男子，看到了羽球场。跟桌球场，就忍不住想要下来比拼一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马尔蒂夫的极限体能王挑战现在开始。一号参赛者廖威廉，为什么要喝了酒之后玩这个？因为我们刚打完羽球。你不要掉下来，我会笑你哦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蚂蚁上树，它是一只肥蚂蚁。哎，好了啦，可以下来了。OK 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挑战成功。是不是下不来？哎，怎么可以这样跳？很危险。爬完之后来打羽球。哎，为什么你选择是阴暗的那一边？你选这边吧。Go。Ready Go。哎太卑鄙了吧。耶我们现在要骑马尔蒂夫版本的天鹅。你要从另外一边上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我要出去喽！哎，越来越深喽，大哥，越来越深了。我有停下它哦。我有停下它哦。不要回。好，请上座。坐，你走，你走。你要干嘛？不要闹喽！你到底在干嘛？好，出发！他把我的包包给浸湿了，傻眼，我傻眼。出发！在马尔蒂夫上面，脚踏车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。我老累了。第二天的晚餐在 Luxor， 开始发疯，好爽！晚餐的 view， 海景第一排，海景第一排啊！稍微给你一份英文菜单，有，他也每天介绍有什么新鲜的鱼货，然后不然就是 appetizer， 然后。啊 ，special， 然后右边打星号的，因为我们是都有 include， 但如果打星号的部分的话，是要另外一点。桌上摆的这一罐就是橄榄油，其实就是让你加像披萨或者这类他提供的这个烤饼来给我们吃的。啊、这
在马尔地夫喝茅台，但这个茅台太大罐了吧。今日的特餐是 jackfish， 然后还有我刚刚看中的那个腌制过的饭鸡。哦，拜托不要拿那个光，这样拍起来不好看，没有那种朦胧的美感啊。 Oh my god， 陪伴我们吃晚餐的剩不完的嗨烘之外呢，还有这个很多的螃蟹家族。那这其实我干嘛，这是我直接抓